每当我听到掌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要向前走了一步。但是我也曾经站不起来，挫折真的是人生的一部分吗？跌倒又真的是成长必须要走的路吗？以前我和他们一样，现在我和你一样。意外就是在人们和你自己都意想不到下才会发生的。所以请不要怪别人，更不要怪自己。
现在的你把一切都征服，我的美不是你的泪，我的痛不是你的痛，一样的天空，不同的光荣，有一样的感动。不需要自怨自艾的惶恐，只需要振作，只要向前走，告诉自己天生我才必有用。 Everyone is number one， 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，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，要迎接未来不必等。 Everyone is number one，成功的秘诀在你肯不肯，有炙热的汗，用最真的心，第一名属于每个人。我的手不是和他们一样，现在你要和我一样。Everyone is number one，只要你凡事不问能不能，用一口气交换你一生，要迎接未来不必等。Everyone is number one。